我们三小时别人提出不同的看法，我们会怎样回应呢？我们在一切的辩论中是否常常要预期自己一定要胜出？那我们在听别人讲笑话时，我们是否在想自己比他讲得更有趣？或许我们正襟危坐，一点也不感到好笑。别人上了拿到奖牌时，我们是否会与他同乐支持他？我们是否感到要给别人证明我们是多么的能干聪明呢？谦逊帮助人增长自爱、自我尊重的能力，同时也学会接受、欣赏别人，与人同乐同忧。此外，也加强处理情绪的能力，特别是非理性的情绪负面反应。